原标题：一群外国人混进清朝八旗军，如今北京高鼻梁美女很可能是他们的后裔。清康熙二十四年，即公元1685年，清军跟沙俄进行了一场战争，主要为了争夺中俄边疆区域，史称雅克萨之战。最终清朝获胜，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。在这场战争中，清朝派出的主要是八旗兵，这是努尔哈赤早年建立用来给清朝打江山的军队，分为正黄、正蓝、正白、正红、镶黄、镶蓝、镶红、镶白，这八旗算是清朝最厉害的军地了。战场的另一边，沙俄派出的军队除了本国士兵，还有一批哥萨克人，他们是生活在东欧大草原游牧民族，是沙俄花重金聘来打前锋的。在沙俄眼中，这批人只是好战的蛮夷，沙俄拓展自己的版图时都会花钱请哥萨克人，因为这批人实在太骁勇。但在雅克萨之战败下阵来后，他们也被清朝俘虏了。当双方签好条约后，自然就释放他们回去，但有一部分哥萨克人不愿回去的，或许是被中原的繁华给吸引了，他们希望留在清朝。康熙皇帝也很大方，同意了他的请求，并把这批哥萨克人编入镶黄旗，负责镇守北京的东直门。康熙是个开明的皇帝，对于这批哥萨克人，他完全尊重对方的宗教信仰，还在北京城盖起教堂，供这批外国人使用。尽管如此，但汉人百姓仍旧把这批人当作野蛮人。这批哥萨克人虽然生活在中国，但没有妇女愿意嫁给他们，所以他们只好娶一些寡妇，尤其是那些因犯罪被斩首而留下的寡妇，是哥萨克人的首选配偶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批哥萨克人渐渐融入中国。后来清朝灭亡后，他们的后裔已经变成彻底的中国人了，他们说汉语，写汉字，用汉人的文化礼仪的。后来这批人改叫做阿尔金巴人，很多人还改了姓氏，比如北京的罗姓、何姓、杜姓等，很多都是阿尔金巴人改姓过来的，已经成为真正的中国人了。如今距离阿尔金巴人混入中国已有300多年，在北京如今仍有这些外国人的后裔，不够经过几代人传承，外国人的特征已经消失了。如今他们的后裔只是显得鼻梁比较高，如今已经无法分辨出阿尔金巴人的后裔。不过他们大多数生活在北京，一般来说那些高鼻梁美女基本都是，不过都已经是中国人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